的好，接下来就再做一个菜水面。把布提起来烫。给面粉里面放些盐。现在开始和面，先和红色红萝卜面。我这时候还是弄菜比较合适，因为面硬，里面有那个揉不动。不硬，这菜合适的。面都拆完了，叫他欣赏十分之。妈妈叫你看那个单手打鸡蛋。哎呀，双手打鸡蛋都没人笑话，是吧？鸡蛋不要打，对呀，切就行了。傻鸡似的。好，事情越来越高。来，给你们再放一点盐。对，七分儿没鸡盐。对。啊，放一点点就行了。你玩点什么沫沫醉了沫沫想的盖上要不然盖了奶奶擀面面了三个面盖一样大给上面抹一点水抹一点点就行了要不然抹就多了就滑滑走了来了来了再盖一下盖一下做两食的从中间切开了上面再抹些水我给啥把西红柿鸡蛋汤弄好的那好就好水上上马上就开了嗯这面你盖开以后要盖上要不然就盖了盖了一次就往肠子里撕不开那看你今天做这汤也没黑哎老于、哦、吃饭对好今天这面你这一辈子吃几回我都几回的、啊、你给倩倩先吃叫人给我炒上我肯定下锅里下不下我拿筷子拿那筷子他也得拿上啊去俺爷爷先吃奶奶下啊嗯我奶爷爷你吃不成非常不同的味道啊非常不同的味道是吧嗯快吃他吃我吃了几回了啊你说我吃了好几回了啊我天天说幼儿园啊还有妈妈还有我